我们要上去中继接。上去中继。现在目前的路很好走吗？非常不好走。很不好走。有接触到人了吗？还没有。还没有。这边呢、啊，哈，这边是这个矿场是在干嘛的？这是采那个这个玉石的，丰田玉吗？丰田玉，对。所以这个矿区在这边已经很久了，很久了，一百吧，一百，这边还有一百的。你们那个车可以两百就上来吗？这边的深度大概有多深啊？这里啊，大概七十度，大概深度大概有快一百了，快一百以上。这边有一点掉下去，很深啊。那个啊，回答回答你，要小心一点啊。给了，给了，我下去了。